单子呢？一般是没有单的。你不能先找点活的吗？他一下子出来长那么大。这一个麻球就是靠那个公司的赚钱，别人做不下了，真做不了。就是那个面团，别人都做不了。米粉吗？不是，这就是糯米粉做的，糯米粉做的。这糯米粉？糯米粉，但你要经过好几道工序的。里面放点花椒？不要，不是放点花椒。不能讲的，不能讲，这讲下去不行了。对，这个东西都是商业机密。对，你看有几家店都做出来。我知道也是，我也就看到几家店。对。春季大馒头。而且不过，一个。这个面团本来就熟的。这个面条是熟的，就这样就熟了。你已经炸了半天了，已经炸了半天。熟了吧？这会儿就是工艺复杂一点，做这个麻球要做好久了，一会儿时间做不好。放那个吃青菜，放那个就差不多。就是那个大，也不是大的。再大下去不行了，再太薄了以后。也可以的，就是跟天气有关系，夏天可以炸的还要还炸大点。夏天可以炸成超过篮球。做了就卖不出去了，你看啊。